边路的空间都大了，一大了，我们的边路的这个特点就完全能够出来了。徐亮左脚刚才扣了一下，闪出了空当之后，右脚的打门，这确实是一个脚法很出色的中场球员。而且今天徐亮和郝俊敏在拿球之后啊，有意的现在在往中路靠，